Yes, you are right. 在第九集，阿文、木木、阿达还有小蜜去了爬山，为了要弄小蜜，生气他的爸爸。在第十集，一位叫阿德的叔叔，为了7年前的事情，一直跟村长讨钱。哇，你就知道阿文会帮小蜜的，你是不是有通过那个 AstroGo app 来看？我偶尔也是会用 AstroGo app 看的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节目，在外面吃饭时间看很方便。不过呢，我是比较想跟我的家人看啦，所以每个星期五9点半晚上，我都会开那个 Astro AEC Channel 306来看我12345678我的朋友在哪里的第二集两集年播，而且新 Astro 更胜以往。下雨我还是能继续看我要看的节目。这个节目很有趣，因为通过阿文对灵魂的帮助，我们可以体验到个人成长的酸甜苦辣，体会生活的复杂性，还有珍惜身边的人。所以大家要记得珍惜当下，不留遗憾。